莎莎好像生病了。Surprise！丽丽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杨胜胜，你看看你，你要记住，你是阿尔法团队的机器人，要时刻在我们的掌控之内，明白吗？我现在没力气跟你吵架，我好累，好困。这，老师，莎莎好像生病了。 星期五，有我这么好的主人，真是赚翻了。老师，珊珊发烧了，头特别烫。 那先别叫他了，让他多睡会儿。我去给珊珊倒杯水啊。过去拿速效感冒药，这时候速效药很管用。 还没来，都充了12个小时了。嗨，星期五。主人，请问有什么吩咐吗？星期五，朋友模式。你好，亲爱的陆森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充好电了就赶紧过来。 珊珊醒了，来喝水。快赶紧把药吃了。珊珊，你好好休息啊。陆森还没打电话，你可以再睡一下。那时间也到了吧？我得收拾收拾了。小珊珊，辛苦了。干嘛有煽情？有这时间，你们快点去修修你们那机器人。我不得已说出了几个功能，你们得赶快完善一下。 这点不用你担心，像做饭之类的，星期五都会。但是最有效的，比你……哎，那个，咱们出去吧，让珊珊好好收拾收拾。好，有事喊我忙啊。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吗？老是磨磨蹭蹭的。星期五，你又在干什么？Surprise！ 丽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给你一个惊喜啊！你不给我开门吗？啊啊！